十二生肖是来自古巴比伦，亦受到古埃及和古希腊所影响的。由最初的蝎子、雀、鸟、鱼、豹和狗，衍生到今日的中国、南韩、日本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等。现在就由阿 Kim 带大家穿越时空，去看看大家在2017年的运程和感浪的。就如爱因斯坦的名句，空间和时间并不是宇宙的容器，假如没有内容的话，它根本上就不能够存在。属猴的朋友，经历过2016年那个劳碌，到2017年呢，机会仍然还是有不少的，但有暗涌，尤其是职场上面的暗战，与人合作呢，做生意的特别需要留意合约上面的条款，避免因为对簿公堂而费神。驾驶人士更加需要忍让，行事勿理。对于属猴的朋友来讲，阿 Kim 送给你的锦囊是爱因斯坦的名句， Common sense is the collection of prejudice acquired by the age 18。常识就是人到到十八岁为止所累积的各种偏见，希望你有所得着。愿主与你同在。